早晨，早晨咁咯，都開心啊！係啊，開心係即係第一次做信用卡嘅代言人啦、啊，然後同埋都耐冇去嚟過 event 啦，所以都今朝幾緊張喎、啊、咁樣。係啊，幾緊張，好似係好耐冇做一件事，跟住就係咯，同埋、啊、都多謝。係啊，少見啊呢排，即係耐冇去 event， 同埋去 event 都好，即係可以真係面對面見到大家咧，個感覺唔同啲。即係依排都平時，譬如如果廣告形式啊、宣傳形式都係拍片多咧，就好似單一啲，即係淨係我俾緊大家睇咁。咁但係今日都即係接收到一啲大家嘅反應，咁就都幾開心嘅，係。準備現在演唱會哦，我自己的部分就準備緊，因為我自己的部分我有做一些重新的編曲，所以其實也都編緊啦，咁樣亦都揀好歌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同成隊 Mirror 其他人一起成個團體嗰啲咧，就我哋就暫時都仲未開始嘅，係啦。操就一路有 keep 住操嘅，咁但係咧今次就應該唔會有太多嘅。太裸露即係係咯，今次嘅表演自己嘅形式會係想可能喺音樂方面玩多啲唔同嘅，係咯，即係俾大家聽多啲唔同嘅風格或者睇到啲唔同嘅自己咯，即係同之前會唔同咯。可能以往都係可能比較多自彈自唱咁，但係今次就可能會有少少唔同。我可能就自己喺幕後做定一個編曲先，咁仲有一個新形式去演唱咁樣咯。冇乜宣傳，都多啲要，系啊，哦，系啊，咁多謝啲 fans 會幫我宣傳咯。咁都唔知喎，我自己，你冇問公司咩？我冇問啊呢啲，因為我覺得即係可以出歌係已經好好嘅，即係因為出歌係需要好多資源配合嘅，咁所以都已經好感恩啦，好開心啊，即係可以俾到啲歌大家聽咁樣。咁所以就喺度公開呼籲大家聽多啲啦，即係大家多人聽就係最好嘅宣傳啦，咁樣係。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公司俾曬啲資源投咗三個幫助咧，所以可以等佢哋啊？都唔會嘅，即係。好緊張啊嘛，關係。是的，即是我都明白的，每一位 fans 都很着緊自己偶像的，咁但是因為咁 Mirror 是一個團隊嚟噶嘛，咁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嘢，又要注要去專注去做，咁其實可能公司都有不同的分配，咁所以我覺得又唔關事嘅，即是大家很着緊，我明白的，咁但是都不會的，係。即都唔覺得偏心嘅，係咯，都唔會嘅，我都唔覺得嘅，同埋我都係即係專心做好自己要做嘅嘢，我覺得就都足夠啦，係。唔係準備生日嗰啲嘢？生日冇咩準備啊，準備錫下媽咪咯，即係好嗰張相。係啊，因為我覺得生日係我以往即係譬如由細到大都生日唔會出去同朋友慶祝或者點樣，即係冇乜一個為自己慶祝嘅概念咯，反而係一個我覺得係答謝媽咪嘅好機會，因為我會成日覺得即係我嘅生日唔係為咗慶祝我出世，而係紀念我媽咪好辛苦咁嗰日生我出嚟，咁所以就嗰日都係留嚟陪媽咪陪屋企人咯。啲 fans 都搞咗好多嘢，哦，係啊，我有留意到，我覺得好開心，因為佢哋係一起去做義工咯，即係我見到大家會一起做一啲為咗慶祝我嘅生日，然後一起去做一啲好有意義嘅事，我睇到係好開心嘅。同埋佢哋會譬如可能會一起做一啲慈善啊，即係可能籌到款，然後捐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有需要嘅機構。咁呢啲我係覺得好開心，即係呢一樣我會甚至係更加開心過見到佢哋可能花錢買禮物俾自己咁樣。一根廣告金牌。是啊，即是我会觉得即是可能将啲钱去帮有需要嘅人做一啲有意义嘅嘢，或者其实可能唔係每次都关金钱事嘅，即係我见到佢哋係有召集咗好大班嘅 fans 啦，佢哋一起去即係义务清洁沙滩啊呢啲，我觉得呢啲係好有意义，即係自己身体力行去付出，咁就唔一定关金钱事嘅。我都想参与嘅，但係即係碍于就太多人咧，咁就驚會有啲混亂咁樣。咁但係我自己私底下當然都係會，即係都常做 charity 嘅咁樣。有冇留意港台同 TVB 嗰個頒獎禮啱出咗個入圍名單嗰啲咧？哦，最佳進步獎有冇呢個？
我冇，冇喎、啊，我又冇留意喎、啊。可能 我自己個性格啦，即係獎項我都好少話留意，即係係咯，又唔係即係咁啱睇到就會關注一下咯，但係唔會話好衝住話哦有頒獎禮啦，我即刻睇下有冇入圍或者點樣咁。而家關注一下咯喎，要好 Mira 都冇入圍喎。而家係啦 ，Mira 冇入圍。是咩？可能會不會是太看得起我哋，覺得我哋即係之前進步得多咗，咁而家進步空間少咗，所以就冇一個最進步嘅。即係當然，即係我哋自己心入邊，就算有冇一啲哦最進步嘅獎，我哋都會不停逼自己想進步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啲外在嘅呢啲獎項啊，咁就其實唔會太影響到我哋會唔會好用心做一件事。反而我覺得可能大家其實比賽出身嗰陣時咧，可能就真係一路每一關每一關每一個表演咁做咧，其實不停每一日都會對自己有啲要求，即係想進步。咁所以我覺得。even 有冇入圍啲獎項都好，都唔會有影響呢一個心態。你會唔會啊？唔係喎，阿 Frankie 你有冇關心啊 ？Frankie 哦，都有關心嘅，都有關心嘅。send message 定係定係打電話俾我？我哋之前有一齊食過宵夜咁樣傾下偈。宣布咗之後，你就唔係食宵夜啊？之前唔係之前宣布咗之後，你有同我食宵夜傾偈。唔係，之前未知之前，係啊，安慰啊，其實我又冇安慰喎，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啲係人哋兩個人嘅事，咁可能即係我都不便安慰啦，即係可能我又記得唔識講嘢，咁講錯嘢，咁就冇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會佢哋都會知道，即係如果幾時需要有隻耳仔聽下嘅，咁我都會喺度嘅咁樣。可能因為佢哋都睇中我呢點啦，我就即係個耳仔好過嘴啦，即係我做一個聆聽者好過係咁講嘢嘅。我平時就比較少講嘢，咁所以佢哋就知道啊，如果需要有個聆聽者嘅話，就會揾我。咁所以我都等你哋。佢哋嘅樹窿。係啦，我就係一個樹窿咁樣。魔咒好似咧，你哋都拍拖咗 fans 魔咒啊？嘅咁又唔會嘅，即係最多係巧合啫。咁同埋，即係我嘅係咯，我又即係我哋又還好嘅，多謝大家關心咁樣係。咁啊，我覺得即係呢啲又唔係魔咒嘅，即係反而有好睇過可能緣分啊，或者即係。始終兩個人的事咁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到嘅，咁又未必係真係關 Mira 事嘅。你驚唔驚我又唔係太擔心喎，暫時。係。仲係好 sweet 係嘛？因為都還可以啦，多謝大家。邊個揾你做樹窿最多？邊個揾我做樹窿啊？其實大家都會嘅喎。其實最多啊。最多我想 Anson Kong 會真的最多的是啊，他對我是有一份特別的信任在這裡，即是他事無大小都會即是找我這個樹洞去講一下這樣。他最多煩惱啊，真是他最多煩惱啊，他那些不知道算不算煩惱呢，因為他比較得意的，即是小朋友這樣，有陣時會好像有些很小事都會他點好點好這樣，但是他又純粹又不是自己不懂解決，即是其實他解決事都會成熟，有成熟的一面，但是就純粹可能想找一個朋友去分享一下，說哎呀我最近點點點啊這樣，即是純粹是講一講，咁就大家，我了解大家發生咩事啦，咁就 OK 啦，咁樣。好，thank you。唔該曬。